新闻来了。今天是2022年5月10日，星期二，农历四月初十。首先进入要闻。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。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。届时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、所属央视新闻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。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下午同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视频会晤。北京时间5月10日1时56分，搭载天舟4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5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。20:23，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工作，发射取得圆满成功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9日表示，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，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，中方不能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。海关总署9日公布，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近期本土疫情多点频发的形势下，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7.9%。 2022年高考招生新增31个本科专业，包含行星科学、氢能科学与工程、生物育种科学、智能运输工程、科技艺术等，涵盖工学、农学等九大学科门类，其中工学类专业占比超 45%。 针对9日至13日江南南部和华南地区陆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，国家防总9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。接下来是一组资讯。8日15时至9日15时，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50例，为满足12日起公共场所查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要求，北京市自10日起提供分区单双日核酸检测服务。北京发布居家隔离指引，居家隔离观察人员居住场所需由社区、村、医务人员进行居家内外环境专业评估，不满足居家隔离条件的一律进行集中隔离。近日上海宝山警方侦破一起商家利用疫情哄抬物价案件，涉案金额达77万余元，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庄巧生院士因病医治无效于8日逝世，享年105岁。为帮助服务业领域困难企业渡过难关，北京市对餐饮、旅游等5行业阶段性实施3项社保费缓缴政策，9日起符合条件的单位可网上申请缓缴。针对全球多个国家相继报告不明原因的儿童急性重型肝炎病例，海关总署近日对全国海关口岸卫生检疫相关工作作出部署，防止疫情传入我国。9日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金凤街道山体崩塌现场发现一名失联人员，属3名失联人员之一，经医疗队伍检查已无生命体征，目前搜救工作仍在开展。据江西省纪委监委9日消息，赣州市委原副书记、市长万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据古巴公共卫生部当地时间9日消息，截至当日11:30，首都哈瓦那酒店爆炸事故已造成35人死亡、89人受伤。据初步调查，事故与天然气泄漏有关。下面是服务信息。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9日发布公告，取消2021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安排。2022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拟于11月举行。根据近期全国疫情防控形势，原定于6月18日举行的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延期举行，具体考试时间及安排将另行通知。鉴于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新情况，
上海市原定于5月21日至22日举行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取消。原定于5月14日至15日举行的北京市2022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延期举行，合并至2022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一并组织实施。中央气象台9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，预计9日20时至10日20时，贵州东部、湖南大部、江西中西部、福建西北部、广西中北部、广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，其中广西北部、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，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，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。感谢关注央视新闻，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，我们明天早上见。